谢谢郭老师带领这个班级啊，人家说爱唱歌的好朋友啊不会变坏，而且会变得更年轻。我们看看台上这112位这些好姐妹好兄弟，是不是他们的脸上都面带笑容，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唱会啊。我们可以听到原唱者的歌声，也可以听到学员的歌声啊。再一次的掌声来谢谢他们，好吧，谢谢。